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与荷兰实战育种家杨凡登帕斯做出种雄年轻木星号，番号为 NL18126986 起。年轻木星号的父亲木星号侄子番号为 NL15103700， 后代获奖众多。姐姐罗宾获2013年巴蒂奥格格王国家赛冠军，2014年多特蒙欧洲杯速度赛亚军，2013年维斯哥王国家赛季军等14冠亚军。出自范德帕斯的神奇赛象木星号配威廉迪布恩奥林匹克拉诺米之母做出。木星号本身获2009年荷兰强中之强全国幼格格王冠军，2010年多特蒙特西欧杯亚军，2009年多特蒙的短距离奥林匹克被选格亚军，国际季后赛全国格王季军，联盟季后赛格王冠军等等赛季。直至今日，木星号的基础家族也是积极发挥。木星号出自基础配对艾丽卡侄子配小路易侄女劳拉小姐做出，奥林匹克拉诺米之母作为木星号的第一配对词，威廉迪布恩元首做出，出自基础配对牛仔配菲娜做出。荷兰巨炮威廉迪布恩也靠这个配对打响了相当的名气。年轻木星号的母亲奥林匹克亚金顿侄女环号为 NL17145850， 全姐妹获至少14省赛前十名。出自迪布恩配范德帕斯品系的混血贝尔克外孙886号配奥林匹克亚金顿词作出，贝尔克外孙886号或波提尔355与冠军 NPO 2182与6位洛里斯2062与冠军等等。886号的父亲来自威廉迪布恩，另一基础配对宇宙号配荷兰奥林匹克亚金顿词是一于顶尖赛词，获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区代表格亚军，2013年尼特拉全能奥林匹克八位亚金顿 NPO 4504与冠军等等赛季。来自凡登帕斯源头哥詹森小路易，凡登帕斯实战家族能有如今的血统传承性都离不开这与詹森兄弟的超级种哥小路易。经过与好友威廉迪布恩不断交换优秀种哥，交流名血，让这个家族有更好的实战性。凡登帕斯品系哥有着强壮且丰满的肌肉，眼梢色素艳丽且有层次，标准的炮弹身形让这个家族在速度赛上多有发挥。